下雨了，这还能比赛吗？就这点雨，怎么能够阻止我们玉清对于网球的热情呢？你们俩怎么还在打？哇！你们两个小怪物，到底还要疯到什么时候？马上就要正式比赛，受伤了怎么办？还不给我回来！真是可惜啊，看来只能改日再战了。真狡猾，明明已经4-3领先，胜利在望。真可惜，看来只能改日再战了。发型是好的。来，刚好下雨，咱就不喷了啊！来，一二三。